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了，我在8080。6月8号，金左一站。8:14首班车是3141848次进入上线港后离的，因为850将约849为下号去监测，驶进金左站，然后嘉义，然后拍摄离山2.0铁道之旅正式起航，驶进金左站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